大家好，我是流浪研究员彼得，来听我讲报道旧故事。那我们今天要干嘛？因为我们其实已经不知道要做什么啊。但是我今天有一个计划。不是吧？就是我们把你的酒单这边过滤了一下，是挑出了一款进行盲测。我们把那一款酒跟我们买到的三瓶酒放在一起，看看你流浪侍酒师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，玩这么大。而且重点是我们要蒙住你的眼睛，你只能透过你的鼻子、嘴巴、其他的感官去感受这瓶酒是我们挑出的哪一瓶。好，我接受挑战。好，让我们先来上眼罩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开始进行这个盲测了。嘿，举起你的右手，右手，人民的法锤，还敢法锤啊？魔鞋。我们等一下就是从这一杯酒開始。OK。等一下，所以是要猜哪一杯是我酒窖的酒吗？对，没有错。OK， 好。这个苹果味道太重了吧？有点像苹果西打，还有一点清新的，这是绿色水果或青草的气味。这汽水吧？哎，喝起来微甜。我跟你说，有点，你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腹黑程度。我就知道你们很会挖洞给我跳，喝起来有点。化学果汁，然后葡萄汁的那种果汁感。哦，好，记住味道，拿你的手到第二杯。好，怎么还是苹果啊？为了要让你混淆视听，我们决定走同一系。可是这个苹果味道就没有刚刚第一款那么的化学，它比较像是日本的那种。亲生红苹果的味道，很熟的那种苹果味道，很熟，多熟，大概四十几岁的那一种，比较没那么甜，然后这一款它的气泡没那么足，嗯，比前面第一款的气泡更细，嗯，比较 nature， 然后带一点酸，是我觉得蛮好喝的一款，不会太甜。不像前面第一款那么的小朋友或果汁的味道。这边我要先打断你，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。你说，你还记得我们这一集在开拍之前，我们跟你要了三杯水吗？你有想过水加到酒里面的味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吗？可能会变淡，但是气味分子应该不会变。没关系，我们先喝第三杯你就知道。好。这个有一点点的苹果香，但没有那么明显。这杯你闻了很久哦，有点甜，应该说是微甜，然后气泡也非常的细致，嗯，蛮淡的，但很像是吃了一颗新鲜苹果的味道，嗯，可以，好，那我们要来进行下一杯喽，哦，好，到这个位置来 ，OK， 好。这一杯你也闻了蛮久的，这不是我们刚喝过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刚刚手拿错了，手拿错了。哦，对，手拿错了。然后我们来试一下，这一杯。嗯，又是刚喝过的吗？没有，这一杯完全不一样。它有青苹果的味道，可是它的味道它不是那种很新鲜，一颗苹果摆在，然后也没有那么化学的气味。是比较熟的那一种感觉吗？日本苹果它不是有绿色、有黄色、有红色，然后那种比较偏黄色的那一种，然后有一些那种青草的风格，完全不甜，完全不甜，完全不甜，没有化学感，没有苹果味道，但它比较多的是绿色果实，酸度非常明显，而气泡非常的细致，但觉得有点薄，味道有点薄，然后带一点点微微的。苦味，而且它的尾韵非常的丰富。这款应该是我酒窖的酒吧，这个是酒。好，不如我们就来揭开你的面罩。哦，我自己拿起来吗？哎，对，猜中了，我真的猜中了。你们有加水吗？没有。有，我们刚刚有偷偷加一点，就想说要让你可以猜不出来。你说这里面有加水？对。我难怪觉得有点淡哎。嗯，我个人蛮喜欢这一款跟这一款的。哎，这两款蛮喝起来蛮 nature， 跟葡萄酒比起来，这还是比较偏葡萄酒。而且这一款呢、啊，基本上它是来自意大利，
钢侠酒庄的 Prosecco。那其实意大利的 Prosecco 非常的知名，其实它 Prosecco 是一个葡萄品种，那同时它也是一种气泡酒的名字。 Prosecco 基本上这样的葡萄，它具有一些苹果、青苹果的香气，柑橘、热带水果的气味在里面，但主要原因是它是不甜，它是 dry 的，所以在整体这样比较下来的话，你会很明显喝出这一个的风味跟其他是不太一样的，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很自然发酵的方式。而意大利基本上大部分的 Prosecco 都是使用下马槽式发酵法，而下马槽式发酵法呢，它是在一个大型的不锈钢进行二次发酵，然后呢再利用机械的方式进行过滤装瓶，所以呢它会保留比较多水果的味道，是一款非常容易喝而且价格非常便宜的气泡酒。如果你觉得香槟太贵，我倒认为意大利的 Prosecco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我觉得你们能挑选这一款真的是蛮不容易，但 OK 啦， It's OK。对，我们今天其实也没有故意要为难你的意思。如果这样你还喝不出来的话，等等，好，刚刚是我陷阱。我刚摸第四杯的时候，觉得不对啊，这好像刚前面喝过，是不是？我想说你会不会有点味觉麻痹，之后就分不太清楚前面后面了？太小看流浪室友是不是？好啦，如果你喜欢这影片，记得按赞，并且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还有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，也别忘记要追踪流浪室友的IG 跟 Facebook， 我们下次再一起干杯吧，拜拜。换我玩，换我玩，你快点玩，你要玩。换我玩，第一杯，这是我们第一杯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不用喝我就知道。什么？苹果西打。哎呦。好，那放着不要喝。好，那不要喝，不要喝，不要喝，不要喝。来第二杯。好，来第二杯。第二杯，这边。这杯又是苹果西打吗？你是玩我啊？不行，我这杯一定要喝喝看。你又没有喝，你怎么知道是苹果西打？这杯是苹果西打。那第一杯是什么？第一杯你们一定玩我，一定也是苹果西打、啊。味道一样吗？一样啊。完全木舌。